雨神，未来3到5年内最想实现的梦想是什么呢？3到5年，我赵雨环，不止未来3到5年，我一辈子都要做一个职业赛车手。我要给那些不懂赛车、瞧不起赛车的人看一看，只要喜欢，就要喜欢一辈子。我赵雨环做，就要做到最好。我一直以为你做事情只是3分钟的热度，没想到你早就有坚持一辈子的事情。整天做梦，职业，知道职业两个字怎么写吗？在我们这儿，他连业余联赛都玩不转。哎，人雨神家里有钱，投资了俱乐部，人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你管得着吗？雨神，我看是摔神吧。垃圾俱乐部的平均分都不够丢人的。哎呦喂，那上次你激人参加比赛干什么？我就是故意想看他在赛道上出丑。你开得很好吗？你想看吗？想看。我还想和你比。啊？这你的谁啊？雨神的妞。哎，不错。小嫂子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你就跟他比。我管他是谁啊！你要不敢和我比，那才是真的丢人。我怕吓到你，我会心疼的。我就是让你疼啊！好啊，跟你玩一把。你们什么规矩？没规矩，但我要是赢了，你就跟我吧。你说的没规矩，你能拿我怎么办？愿赌服输。我要你给赵雨环道歉，轻声细语，低声下气。怎么，输不起啊？疼吧？我看着都心疼。
哎，告诉赵玉环，他的车是我撞坏的，让他来找我。最近我的车谁干的？可来了啊！你听我跟你解释。我问你谁干的呢？听我跟你解释。不知道我车是我老婆吗？我知道。谁敢动赵玉环老婆？你告诉我。你老婆。陪我去看看。你老婆。我告诉你。你老婆。你老婆把你老婆撞成这样。你说什么呢？好啊，跟你玩一把。你们赛车什么规矩？没规矩，但我要是赢了，就跟我吧。我看着都心疼。所以说嘛，这事跟我没关系啊，这都是你跟你老婆之间的事。叔叔，我还有一个视频想给您看一下。这是环环。开这么快，酷啊！哇，我要给那些不懂赛车、瞧不起赛车的人看一看，只要喜欢。就要喜欢一辈子，我赵玉环做就要做到最好。嗯。哎呦，傻儿子。您儿子。哦。哦，我的傻儿子呀。喂，怎么是你啊？嗯，魏同学手机在我手里呢，你打他电话。为什么我不能接？你们在哪儿呢？在公司。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赵福军，你别碰他，有什么事冲我来，你听见没有？他叫我全名。咱别跟他计较了。叔叔，赵玉环并不是一个没有理想、没有长性的人。他只是没有办法把您的理想变成他的理想。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如果他喜欢一件事情只喜欢两三年，您可以当他是玩物丧志。但是赛车这件事情，他已经整整喜欢了8年。难道您真的是希望他只是为了不辜负您的期望就放弃自己的梦想，变成您想让他变成的？我承认错误，我曾经也误解过他。但是当我知道他不是贪玩，不是迷茫的时候，我选择以后无条件的支持他，完成自己的梦想。叔叔，赵玉环为了您和我一直在努力改变。我们真的爱他的话，我们为什么不愿意为他改变一下呢？您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？赵福军，哟，赵总监，我告诉你啊，有什么事儿冲着我来，无论你说什么，我都不会问他分手的。咱俩不是已经分手？上次那顶多算吵架，不能算分手。哎，说的还挺情真意切的。我问你，现在让你在赛车跟魏同学之间选择一下，只能选择一个，你选谁？无论是赛车还是魏同，都是我要坚持做一辈子的事儿。我告诉你啊，说什么我都不会让步的。既然你说坚持，坚持一辈子，那就做出点成绩来给我看看。我给你3年的时间。第一，赛车给我拿个冠军。第二，把魏彤给我娶回家。如果这两样有一样失败了，
你就算数，回到公司来上班，跟你耿叔叔的女儿成亲，行不行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谢谢爸爸。爸，我爱你。哎，这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这长这么大了，抱什么抱？别动，抱一会儿，抱一会儿。爱什么爱？哎，可爱了。哎，我也爱你，我的儿子，臭小子。哎，你的卫童可走了啊！阿米尔，冲啊！山脚下住着我心爱的姑娘，当我和她分别后，卫童，喂，你找我？你不走了？我去买棒棒糖了。过来。咱俩一码归一码。之前算不算是你骗我？对不起。对不起就完了。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？女神，男神，傻儿子。行吧，原谅我啦。勉强算原谅了吧。但是你得答应我，以后不许再干开车撞人这么危险的事儿了。嗯，那到我了。你不是说不知道哪个是我吗？不了解我，不要和我在一起吗？我当然要和你在一起。这两天吧，我仔细的想了想，我既然喜欢你呢，我就要喜欢每一面的你，对不对？可爱的，聪明的，清纯的，性感的，哎，说真话的，说假话的，每一面我都喜欢。以后你给我挖多少个坑，我都往里跳。是吗？对呀，那不太公平啊！你只有一面啊。哪一面？我喜欢的一面。傻。那不应该吧？我还有很多面呢，英俊帅气的，风流倜傥的，文质彬彬的，都在你面前展示过。只有傻。等会儿，你让我死个明白。除了宿舍爬楼，还有相亲那次，还有哪次是你设计好的？酒吧拉肚子是不是也是你干的？那是你自己要喝的。哼，真是吗？还有呢？还有，我故意暗示 ZT 给你看我赛车的视频。我知道你今天会去俱乐部，所以我来找你爸。还有吗？没有了。真没有了？真的没有了。过来。还想吃糖吗？